是一样，我们把声音讲出来之后，他们的谎言就会被戳破，因为很明显嘛，他说没有居民反对，但是今天这么多乡亲来到现场，那所以我们不管哪一个地方都一样，他们会一直塑造一种好像只有少数人在闹事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我们是少数人吗？只要在地方上走一走，大家都很清楚，就算有一些人他在调查的时候他是说同意，但是这个同意也是因为万不得已，也是因为无奈，也是因为不敢跟政府反抗所以同意，这个同意是假的，更不要说这么多的人是直接的持反对意见。所以大家很辛苦，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去加油啊！每一次有机会我们还是要站出来，因为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他们就用这种说法，用这种谎言在骗大众，就讲的好像是大部分人都同意，那少部分人有意见，讲的好像是支持的民意多么大，好像这些声音就是少数，我们不能够让这种谎言继续下去，所以大家再继续加油。那我们也是尽量每一次有机会都会站出来一起站家，因为我们也一样，我们遭遇的都一样，我们被这个掌握公部门也掌握媒体的这个政府，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政府，两党的政府都一样，当他掌握政府掌握媒体的时候，他就用这种假装是广大民意的谎言来绑架所有人，他把所有人都当作他们可以操作的人，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可以被操作的人，所以继续加油，然后不要再让那种假民意，用那种假调查，用这种假的谎言再来让社会大众以为说反对的只有少数人。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我有一个提问，如果我们说他们是假民意假调查，为什么我们自救会不自己做联署让他们来签，然后把这个联署书送进去或公之于众呢？因为刚刚王忠明说7:3是不是的，可能只到一而已，那为什么你既然知道你就做出来啊？可是其实我们都已经做了，就是其实我包括我们在，我相信很多自救会都不断的在做这种在地联署，像我们在淡海也是，我们2000多份的联署真的很不好签，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的签，我们已经签了2000多份联署，也已经过半了，就是这个联署书反对征收的联署书已经超过一半，那剩下的一半还是有困难，因为毕竟台湾社会有许多人对于签联署还是有担心，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已经签到过半了，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联署书送出去他们置之不理，我觉得这个在各地都是一样的状况，我们很努力的在做反对的联署，那要不要请其他不好意思，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管行政院的时候叫我们去联署，但是要有一个官员跟我说，今天是你要我的财产，我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无聊，我去浪费那么多钱，那么多金钱来你做联署，你既然是赖清德说100%，那你们就赖清德，你就要拿100%的同意书给大家看，不是要百姓拿给大家看，今天我的土地我要卖，是你说的呢，你说大家都卖呢，是政府，你现在是要你记者你这媒体，你是要要求赖清德给100%的同意书给大家看，不是要邀请民众呢，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搞清楚状况，而且这种事情是你政府要去做的，不是百姓要去做的。对，我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讲，咱这人拢爱谈到人家，咱这人拢爱上班。但是你政府既然你要做这样工作，你该你退嘛？你既然讲100%，其实我觉得你们现在回去就可以要求他，而且你们记者也可以问赖清德100%，那就拜托同意书给我们大家看看。啊，那不怪我嘛。对吧，你说的，所以我听你说台湾的人说白菜都没要紧，也不然要关了，但是你今天赖清德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敢不可以这样说的，好，谢谢很棒的想法，温宝女侠红翔大姐站。好，那今天也有一个要介绍一下，这样子就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的施义祥，这样子也来到这边声援我们，这样那今天的记者会就先到这边结束，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来声援的教授啊，台湾农村政线政大地政的徐世荣教授，刚刚有成大政治系的梁文涛梁教授，这样啊，好，那我们
航空城，航空城还要，航空城有。一翔啊，一翔那边要。那航空城也要上来讲一下吗？还是？好，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还谁？还谁？对，鼓励一下。好，一翔，我刚有确认他。好，大家都很害羞，这样突然变得很害羞。那非常感谢今天来声援的团体，包括说环保红香大姐，然后桃园机场 A7 捷运站的徐玉红徐大姐，然后大埔的柯先生，然后桃园地铁的许会长跟李总干事这样子，然后还有淡海二期的王妈妈跟带着可爱的晨晨跑来的，在玩的这个晨晨这样子，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声援这样子。那四救会这边有一个四句联嘛，你们要不要喊一下？来，今天来了很多四救会的人这样，然后我们南铁这边有一个系故联啊呢。那因为这一波的这个反破迁运动有很多都是阿桑推动的，是不是请阿桑来就是稍微给大家画虾姐？我们有是啊。你妈叶太太要不要来南铁系故联？不要小超啦，还是文君姐来啦，快点，要不要谈一下来，没有电啦，赶快哦，要就快点哦，今天有很多字就会来嘛，然后快我来告诉你姐，西部人就是那个家里那个政府黑白来，政府黑白来，怪手唔通来，怪手唔通来，人民站出来，人民站出来，希望一定来，希望一定来。好，大家加油！政府黑白来，政府黑白来，怪手唔通来，怪手唔通来，人民站出来。人民站出来，希望一定来，希望一定来。好，所有的人，大家都加油！自己的哈，加油！当做春联。我们这个礼拜要制作春联，我们这个礼拜又会在我们沿线那个，就把我们的心声跟诉求，我们会做春联的方式贴出来。我们有一个活动，就这个礼拜六的早上，在我们沿线居民这样的家的前面这样子，所以我们有这个自己南部当地办的活动。谢谢，加油！哎，别，不要，大家辛苦了哈。